大家好，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。上期我们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个月背啊，月背是指山根啊这个位置啊。这期我们讲面相当中的逻辑啊，什么是逻辑呢？在五行六曜当中，这个逻辑呢是指啊眉毛两眉啊，叫罗喉和嫉都嘛啊，罗喉是左眉啊，嫉都呢是右眉，所以说两眉就指逻辑星是眉啊。二星粗黑过目者呢，二星粗黑过目，人中忌者，就是说，这个说你啊，这个逻辑星是眉毛啊，如果是眉毛啊，两个眉毛两星粗黑啊，比较粗比较黑，并且眉长过目的人呢，并且鬓发比较端正的人呢，此一路之相啊，子息父母皆贵，亲眷亦贵啊，就是这个是一路之相。什么是一路之相？衣是衣服嘛，啊，衣食无忧嘛，小康之家嘛。禄呢，是指官位啊，是指你在公门单位的这个运势啊。你不但衣食无忧，而且还可以求得在这官场上求官的意思啊，是一禄之相。那么子息父母也是跟着发贵啊，就是说你的子孙呐，包括你的父母啊，这个上有老下有小，都跟着你一起富贵啊。亲眷也是跟着你一起富贵啊，就这个意思。眉毛。啊，就是嫉都眉长过目粗黑，并且呢鬓发齐整者，有这种特点呢。此二星入命，如眉相连横，赤色更短啊，主骨肉子息，多犯饿死啊。这是说的比较惨的啊，就是说这个罗侯嫉都这两个星入命之时啊，如果是罗侯嫉都这两眉啊相连横，连在一起，眉毛相连了啊，这个就没有连了。像这个就有点连的趋势了啊，就是眉毛相连，并且呢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赤色啊，就是眉毛是红色啊，并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更短，就是说他的眉毛啊非常的短，短不过目啊，非常的短。那么这种眉短红色并且相连的这种眉毛，这三个特点就是主啊这个骨肉子息，多犯饿死，就是你后代子孙呢，容易啊犯一些凶险的事情而致死，或者是容易出现一些那悲惨的命运啊。这是从这个逻辑啊，这两个部位，其实就是指一个部位啊，就是眉毛来看这个运势啊。这个逻辑就分享到这里啊，下期呢我们讲一些其他的面相当中的部位。啊，那么如果是有八字属相、面相风水翻盘的困惑呢，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，或者是关注我私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